最近想出去旅游，谢谢点赞，谢谢玉江宝宝点赞。最近想趁着比较空闲的时候，想出去旅游，不知道去哪里玩。对呀，我回来直播了。妈耶，对面追的这么快吗？你们能不能帮我赢了这场 PK 啊？25块钱，25块钱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25块钱帮主播能不能帮一帮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不是的，他不是月初就买了，他是。就是我前两天直播箱里面不是不能送礼物嘛，就是因为分数太低了。谢谢橙子办卡啊！别赶了，赶不上了这个。人家家里面有大哥。谢谢橙子。他不是月初就满分，是这样，他是这样算的，就是你只要连续的好好播几天。然后没有被警告，然后没有被扣分，他就会给你回一分。不是像驾照一样，就有一个周期的，没有周期的。没有的，宝贝。我看最近不只是我，看最近好像很多主播。都蛮可怜的，可怜兮兮的。我可以拿个胶片挂在纠结，我算了，不，就是我现在就一个目标，少说话，不说话，然后多哄睡，然后先让他涨涨分数。还挂照片呢，万一要是挂照片，照片在哪里违规，再被警告，多不划算。我今天都是纠结了半天，我才敢直播。我在想，我今天要不要直播？别在我直播间打啊，博士，词汇被禁言了，宝宝们减肥，不要再打了。我怕我要是再不直播的话，你们大概要大批量的脱粉了。舞蹈分区也在整改吗？是所有分区都管得比较严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这两天就没有开直播，我也没有看，我感觉好像就不知道了。我没去看哇！谢谢宝贝。哎呀妈呀！我似乎不能坐飞机。老板，你说你要是刚才刷飞机多好呀！你刚才刷这个飞机还能帮我拿一下那个 PK， 现在都飞机了。这个不是音效，这个是我嘴巴的声音。哎，这小哥哥加一下我好友啊！哎呦，今天这个麦漏电，我靠！我操，是不是因为我换了一个电量太足的电池？今天这个电量太足了，漏电了。H 小哥加一下我好友，我没有啄木鸟，啄木鸟不是我，宝贝。啄木鸟不是我，你记错人了吧？是吧？加的时候看一看，然后，我知道我上错号了，这不是在说话的间隙给你们播一个吗？这是见缝插针啊，说话的间隙播一个。这不是见缝插针吗？就是我多年练就出来的一身本领。
不是啊，我天哪，最近你们不是说舞蹈分区和什么二次元分区都查得很严，都要废掉了吗？为什么大家直播间打的都这么凶啊？哎，这小哥你稍微等啊。相持相亲怎么样了？相亲失败了，唉，相亲失败了，我最近都打算出去旅游了。嗯，帅不帅？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他嫌我年纪太大了，你懂我吗？他嫌我年纪太大了。简直不能理解了，那小伙年纪太大了。嗯，可以了 ，H 哥 ，H 哥可以了。他人家没有明说，人家没有明说，我嫌你们年纪太大了，人家没有明说，但是谁相亲明说呀？感觉不是我，那你感觉是谁啊？你们能看清楚你们打的弹幕吗？上哪里可以看到我？嗯，只能在直播间看到我。水滴什么？我的天！我现在直播间除了掏耳朵，啥也不敢干。今天好像我的麦也不好，网也不好，太久不直播了。去关注一下微博吧，小王哥的直播间点点关注。感谢真宝贝可以去关注主播的微博。几分主播？我别说这些话题行吗？一说这话题我都心疼我自己了。哎呀，说起这些话题来，我都心疼我自己，我的妈呀！我发现太长时间没有直播，也没有很长时间，我只是四天没有直播，怎么一下子掉了这么多人气啊？以前开播每直播间里面都能到三四百人，今天直播间只有100人。果然是掉人气掉的好严重啊！就完了，完了。宝贝，记得把耳机，把耳机带上。当然是和你们说话，不然我跟谁说话？直播间就只有你了。直播间又没有其他人，只有我和你。九五后，具体哪年我不告诉你们了，反正是九五后。你们包里面那个一毛钱的小礼物，就是点赞呀或什么的，可以给主播送一送。帮我把今天的二线的人过一下，二线只差人头了，差三个人头就可以有1200的流量。
这个礼物好漂亮，夏宝贝的冒险家和小羽毛。不能骂人，我分数很低，我不能骂人。我要是分数高的话我就骂你，我分数太低了，我不能骂人。先想一下冒险家和小羽毛，跟你送一次就可以了，因为他这个任务他只算你第一次送的，就你再送他就不算人头了，一个人就只能算一次人头。主播00后，主播10后啊，谢谢点赞，还差两个哥哥。谢谢相逢的班卡，谢宝贝班卡，一张班卡即可拥有主播家的粉丝牌牌。你们是不是看不到你们自己的弹幕啊？今天过了12点，播够今天的时间我就下播。这两天都小心点吧，这两天到月末了，小心点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换号来个人头，谢谢啊，小宝贝。哇，你还有小号的？谢宝贝呢，我不知道是什么礼物，没有见过。谢谢。我就发现我4天没有开直播，其实不怨我不能开直播，是怨我收不了礼物，收不了礼物就过不了复兴任务。我现在，我原来复兴任务的热度能有8-9万，现在只有23000。我想放个屁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关一下麦，我要放个屁。好，解决了。他以为我不来了呢，没有，前两天没有办法，前两天不能收礼物，违规太多了。想起了一句话，懒鱼上尿屎，就是懒鱼上卧屎尿多。不是不给你听，而是我怕你们听完了我放屁，你们以后就不来我直播间了。去关注微博，宝宝，去关注一下微博。谢谢大家请。一下，我发现现在是11:40，我看了一下那个小时吧，就是这么黄金的时间，大家都这么拉稀的吗？
能送的歌可以直播间送个飞机啊，想送的宝贝可以直播间送个飞机，送一个飞机等于送了一个火箭的好不好？喜欢主播的可以点点直播间关注，微博可以一起帮主播点点关注。你微博加了，你的微博小助理。恭喜粉丝拍拍升级了，说。哇哦，谢谢！哎呀，1200热度，现在这个热度真的是。要命啊！我可能清明节过后可能会露脸直播吧。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，清明节过后应该会露脸直播的。嗯，对，我现在是举办人在肯定没有人在我的，哎呦天哪，这个 PK 怎么就最近是这么难吗？这 PK 现在直播间送一个飞机等于送了一个火箭筒，露脸会掉粉吗？不知道呀，不知道呀。你先点个关注行不行？要不这会儿的，到时候再说嘛。勋章，就是现在好像哇，谢谢苏轩宝宝，谢谢宝贝的黑皮。就是现在，如果你要是。好像斗鱼直播改版以后，你要是日榜完了，这个飞机送早了，没赶上我的 PK 条，我的妈耶。谢谢了，谢谢苏轩哥，谢谢宝贝，谢谢 PED 啊，杀了我吧，你们这名字。小朋友飞机了，哎呀哥哥，谢谢真宇啊，谢谢，哎呀你们的名字怎么都起得这么别扭啊。嗯，点我头像有一个添加好友会看到斗鱼有私信哦。谢谢刚才小雨哥哥刷的飞机哦，谢谢哥哥的飞机。现在主播很难说呀，我也不知道现在有几分，我后台看一下。谢谢宝贝。我现在后台有五分。谢谢橙子的红宝石。对对对，你们现在直播间送一个飞机等于送了一个火箭。现在好像是这样，现在好像是直播间周榜、日榜还是周榜、日榜前三就会有那个打字的那个小 logo。苏轩或者是那个 H 的 P 哥，你们打个字，我看一下你们打字会不会有那个。现在好像是日榜还是前三就会有那个打字的 logo。那不是勋章，还不是勋章，还差两个人头。我的天，今天我居然还可以过三星，我被还差两个人头，你那个哥哥包里面有两个。就是没有送过礼物的，然后有大旗一毛就可以。对，好像是有个皇冠。哎，
这个榜好奇怪啊，周榜没有，但是日榜是有的，你发现没有？私信我了，好，我看一下。我回你了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回你了。哇，谢谢啊，我三千中了，天哥哥。谢宝贝，谢宝贝，光过三星，三星有，三星有，有2000热度，又是一周就是10000多，很好。明天吧，明天，明天。三星任务现在给我帮我过了，过了三星任务就有2000热度，2000热度乘以7天，21、14，14000，就很 nice。哎呀，给你们听一个新的声音，你们保准都猜不到这个声音是什么，你们好好听一下啊。能猜到是什么吗？谢谢星辰。什么？你看一下私信啊 ，PD， 你看一下我给你发的那个斗鱼私信，点我头像，能听出来这个声音是什么吗？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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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球好像漏气儿了。你们能听到咻咻？你听。这个球好像漏气儿了。哎呀，很难很难。人呢？人在画面后头，这个球漏气儿了，我换一个。你站在你们听一下，这个声音你喜欢吗？对啊，就解下球的声音。这个道具我刚买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。我刚买的这个道具，我还没有研究研究它怎么玩。完了，我家猫在外面叫了。你们可以听到猫叫声吗？对啊，刚买的它就漏了，好烦。这个球好贵啊，这球7-8块钱一个呢。好吧，这个球7-8块钱一个呢，好贵的。我发现现在就只要跟那个就是跟哄睡沾边的，你去网上搜都好贵的。不玩球球了。果蛋听我的。我现在我都不敢多大的，可以加可以加，在那个相册里面是宝贝，在相册里面有，你加一下，但是下播帮你通过啊。我现在我都不敢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，就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真的是正常声音吗？那不行啊。好了，很对的男生坏。好的，男生好。熊胜哥可以直播间。一个飞机支持一下，我现在送一个飞机等于送了一个火箭。我的 PP 条终于赢一次了，我的妈呀，没有带走了，别乱讲，别乱讲，乱讲容易扣分，别乱讲宝贝，自己知道就行了，别说出来好了。
就能快被吓死了。就说现在我害怕，我害怕，我怕死我了，什么意思呀？今天应该是我安安稳稳直播的第再有两天三十，如果今天不出，这还没过十二点，今天不出意外，明天不出意外，后天不出意外，然后一号我就能涨一分。好好直播吧，别整幺蛾子好不好？阿拉伯数字一，阿拉伯数字二，阿拉伯数字三，还不一定是不是涨，就是初步估计是，但是人家也没有说一定涨，最少就是三天，你得表现好还得。谢谢啊，谢谢橙子。哥呀、啊，别来我直播间刷礼物了，好不好？我自己都不敢说话，还来我直播间刷，还在我直播间刷广告，干嘛呀？我都这么大了，还欺负我？谢谢橙子星空卡，谢谢波比。其实我今天开直播我都不是为了收礼物的，我今天开直播就是为了想涨分的。哎呦我的妈，橙子好像换了一个跟我差不多一样的头像，我那天看到了。换一个我微信的头像，有一个专业的名词，这不是年轻。你们要是去过那个采耳店里面，你们应该能见过这个东西，它不是年轻，它有一个学名，它的学名叫做鹅毛棒。对啊，我来了，我怕我要是再不出现你们就要忘记我了。谢谢粉丝荧光棒。我怕我要是再不直播你们要忘了我。黑屏了吗？别吓我呀，不会吧。我都已经这么不惊吓了，你们还吓我，有点良心没有？还有没有良心了？你有没有看你的私信啊，宝宝？
我给你发了私信啊，你看一下。没有，那个新摄像头被我退掉了。那个新摄像头，他来了之后，那个新摄像头在那个摄像头的那个壳上面，就那个摄像头外头有一个塑料壳，然后那个壳上面就是擦不到的地方，就是它那个塑料壳是扣在上面的，然后弄不下来，然后那个塑料壳里面就有一块是雾蒙蒙的，就有一块发白。然后我用了一下，我感觉那个摄像头它也不好用，我就给退掉了，还要1000多块钱，1200还是1000几的，我一看，跟我现在这个差别也不是很大，我就给退掉，不划算。就我从那个网上买的嘛，然后它可以7天无理由退换呀。不要把我放中间，那把我放哪儿？不把我放中间，把我放哪儿？哦，把我放中间是吗？1.7米，什么呀？就我吹牛逼的时间永远高于我，不要给我真实啊，好不好？你太真实了，你这样真实我受不了，说话不要这么真实。太真实了，是我要你们这么真实的人。没有看到什么，没关系。这个不是水，这个是一个芦荟胶的水，这个是芦荟胶的水。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微博，可以关注。哎，不要刷广告了，老板，哎，不要逗了，好不好？今天，谁在我直播间？谁最近在我直播间了？橙子吧，橙子还在我直播间吗？橙子，橙子还在吗？现在逗鱼不等一会儿不让了吗？真的假的？现在斗鱼不让播芦荟胶吗？我橙子，我给你卡了房管，要有什么你帮我禁言一下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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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直播间不让播芦荟胶了吗？真的假的？等等等等等等啊！我去看看，我去别人直播间看一看，这就很慌，可吓死我了。可吓死我了。对啊，我这芦荟胶是刚买的呀，刚到的货呀。
哦，天哪，真的，隔壁有一个主播被禁掉了。那我们聊聊天吧，这隔壁好像有个主播被禁掉了。不是我胆子小，是我现在这边我一共就这么点分数，这不关我胆子小不小的问题，就，聊聊天吧，这就我真的是慌死我了。不是啊，我看别人也有在播呀，我看一看啊，我看一看。你们现在猜一猜我在谁直播间？你们猜猜，因为你们猜猜我现在在谁直播间？没有，不是。这主播，我发现大家好像最近分数都很低。这主播更狠，这主播直接不说话，是直播，这个主播更狠，这个主播直接不说话，别人问什么他也不说话。哎呀，笑死我了！现在的主播都已经这么惨了吗？今天那个谁，好像有一个叫悠悠的主播，今天是哄睡是吧？今天是不是周？他是不是周一休息啊？周二啊？周二他为什么不直播呀？那个叫悠悠 baby 的主播为什么今天没有直播呀？我感觉那个主播也是一个蛮。技术哄睡技术蛮好的主播，然后小熊 baby 也没有直播，我天呐，大家都不直播呀？怎么大家都不直播呀？这样一下我好慌啊！没有了嘛，一会儿我整理一下，我整理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白鹿脱口秀，哔哔哔哔哔，没有了。哎，好奇怪啊，张小白今天也没有直播，都什么情况？我婉儿也没有播。不会，哎，不会，真的是被你们说准了吧？就是最近不让播这个，是不是最近都不让播这个芦荟胶这种东西啊？那些大佬，我看一看，我是从我的观看记录里面找的，我没有在那个分区里面找。我看一看，我看一看，我把声音关掉，我看一看人家在干嘛。人家也是在聊天，人家也是在聊天，人家也不。斗鱼，你记得也是什么斗鱼啊？人家也是在聊天，人家也不说话。打开摄像头吗？全程还是屏蔽？我可以给你们就是掏个耳朵，好像除了掏个耳朵，我也不太敢掏。
不出摄像头了，不行，我觉得我这身材就不行，算了，我们反正你们都是来听哄睡的，你们又不是来看身材的。不是啊，你说错了，我是从2019年才开始播这个的。我是从2019年才开始播这个东西的，我播的时候人家都已经播了很长时间了，我跟你讲。你喜欢看身材的。那怎么办？我怕扣分啊，宝贝。我18年在播游戏，我18年是播游戏的，19年，然后我是因为什么？我是因为本来18年在播游戏，然后18年播游戏，因为技术又不好，然后长得又不漂亮，然后又不会来事儿，然后就没有人给我送礼物，然后那个时候播游戏播的都快拉稀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那个 P， 你不要打阿拉伯数字，打阿拉伯数字会被禁言的。我给你解开。然后播游戏播的都要拉稀了，没办法，就只能生活所迫，然后就过来播二次元了。一开始播二次元的时候还是个小萌新，什么游戏啊？吃鸡。那个屁可爱型，那我不会，我又不会读那个字母怎么办？我又不会读那个他那个单词，不知道那单词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一开始是个小萌新，什么都不懂。我一开始播哄睡的时候，那个麦克风，就是这个哄睡的这个麦克风。我都是买的二手的，我都没敢买全新的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因为这个麦老贵了，这个麦特别贵，它比我们普通用的那个直播麦克风要贵。然后我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来，然后我就先买了一个二手的，先将就着，现在是行的。今天不开摄像头，也不敢说话，我怕小黑屋啊，我怕进去。那个时候不舔耳朵呀，那个时候不舔耳朵。哎，不是那个谁，橙子没有必要那么那个啥，橙子人家那个是玩游戏的，他虽然看起来长得像广告，他不是个广告。那会儿不舔耳朵的。哦，你说的那会儿，那是什么时候？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刚开始播的时候，我都买了个二手的，我都不怎么去动它。那个时候哪知道什么耳朵不耳朵？那个时候连那个什么，就是这个鹅毛棒我都没有。我那个时候连鹅毛棒都没有。现在橙子是不是很辛苦啊？不是你们谁帮我看一看这个芦荟这个东西到底是能用还是不能用？我怎么就觉得不太靠谱呢？现在连芦荟都不让有吗？今天可以送啊，可以送，就是我不能说就是。等一会儿我看一下为什么没有了。我想知道你说的隔壁是谁啊？你说的隔壁是谁啊？我去看一看。
乱讲，贝拉都没有开直播吧，宝贝？贝拉开直播了吗？哦，看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不好意思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是我，是我的锅，开了，开了，我没找到。哎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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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谁刚才说的不可以？真的，妈的，要气死我了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现在吓的呀，需要吓死我！我跟你讲，你们。最早，我跟你们讲，最早一批播哄睡的小姐姐，都是熬夜在播的。就是最早一批播哄睡小姐，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比较很大的那些哄睡的主播，都是最开始就是通宵熬夜在熬的那些。就是人家其实很辛苦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基本上要到早上才睡觉，早上才下。我前天刚说完讲大号小号同时的呀，没有啊，我记得就是二次元最那个什么的时候，白天也有人在播的，白天也有。还有一些最开始我看过的主播，现在都有已经不直播的了。不开摄像头了，我不行，我怕那个啥，我怕身材违规。最开始还有一些主播我见过的，现在都已经不播的了。也是属于蛮大的主播。早点休息吧，宝贝。我今天直播其实都没想着开播收礼物，我今天直播就是为了跟你们聊聊天，我怕我要是长时间不开播，你们就忘记我了。对，朵朵好像还在开哦。托尔上的叫谁呀？主播呀，主播呀，肯定是我呀。在微博，你看，我发现你们现在看我直播，你们真的是比我都比我都了解我自己。我月初看看会不会露脸直播，我要是露脸直播的话，我就换个房间播，要是不露脸直播的话，我就换个角度播，看情况吧。到底是进还是不进啊？你们怎么一会儿又来一个说啥，你们不要吓我。谢谢点赞。怎么又来一个说呢？哎呀，我是每天播呀，我从1月21号回来直播以后就是每天播。哎，那个谁怎么被我禁言了？妈耶，你这怎么被我禁言了？我给你解开了。
能打字了吗？黑色能打字了不？黑色能打字了吧？解开了吧？点错了。我早就六十级了，我去年就六十级了。然后我太长时间没有开直播，它掉下来了。这次是我又涨回去的。我不出来，我不出来，我们就聊聊天好了。怎么样？今天没有摄像头，今天只有我没有摄像头。你们就对着这个照片想象我的脸好了。你们就对着这个照片想象着主播的脸，把这个照片。干嘛呀？对着主播，怎么对着照片走了？我觉得照片比我还哇塞，这个照片它不比我哇塞吗？想送飞机宝贝可以送你的，今天。妈的，这么谢谢宝贝的行动飞机。这个没有什么神秘不神秘的，主要是我害怕啊。秀色加一下我主播的好友啊，这不是什么神不神秘的，主要是我害怕，你知道吗？害怕，你懂吗？你懂什么叫害怕吗？一毛钱的小礼物帮主播上一上了，有飞机以后我应该一星任务就很好过了。包裹里面有那个一毛钱的小礼物给主播送一送，送个点赞啥的。谢谢陈真红宝石。怎么加了？点我头像，我加你吧。可别让我说话了，我加你吧，我动一动，我加你。谢谢，谢谢粉丝荧光棒。好了，秀色可以了，点我头像看一看啊，点我头像有个聊天。我看有很多主播，人家都是不露脸，但是他会播一个侧面。实在不行，以后我就换这个角度来给你们直播，好不好啊，宝贝？不是，我害怕扣分。为啥不行啊？为什么不行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有的说行，有的说不行。对啊，我本来就不露头，换个侧面他也不露头，无所谓的呀。反正正面侧面都看不到头，怕什么？谢粉丝荧光棒。又悄悄看一下。
秀色可餐，你看一下你的斗鱼的私聊，斗鱼的站内线左边，点我头像就可以看到了，哥哥。嗯，谢谢点赞，有小兄弟啊，谢谢了，谢谢皮，谢谢我皮哥哥，这个名字这样念不大好吧？谢谢皮皮开通的邮箱。珠宝星星都第一名，我珠宝星星今天是惨的要死。谢伯伯点赞，别改名字了，这个斗鱼改名字越改越贵。别改了，这斗鱼改名字越改越贵，第一次好像便宜，后面就很贵了。不要浪费这个改名的机会。就是好像一开始改名字很便宜，越到后面越贵。容易满足了，我一开始就是露身材的时候，你们说想看脸，然后我把那个图片拿出来播了一会儿，你们现在只要看的身材你们就够了，你们也不要求看脸了。果然啊，人都是一步一步惯出来的，果然啊，人都是得寸进尺的。好多人要看脸。Hello， 晚上好啊。Hello， 宝贝，晚上好。这名字挺好的，就是我不会念。请问几天？喜欢主播可以点点直播间关注了，想看写真什么宝贝可以去关注一下主播的微博。就不是回来了，我没去哪儿，只不过前两天是直播间分数太低了，礼物都收不了。今天刚刚涨了一分，我是这今天我这本来我是打算等到4月1号再开始播的，一边送一个，我没有几天不播，昨天。你有没有发现昨天你们来我直播间，就直播间的礼物都是打不开的吗？就是你昨天在我直播间里面背包都是打不开的，就是没有办法送礼物的。想说我明天晚上可能也不会直播。不一定，我想想吧，我一会儿下播我想一想，我把那个我的时间想一想和分数结合一下。我要是有分我肯定给你们直播，我没有分数那没办法。
你说什么活动啊？你说那个那个心动那个吗？哎，在我直播间把阿拉伯数字会被禁言的，宝贝。还有没有想送个飞机的哥哥？想送的话，今天送了一个飞机的，送了一个火箭的。其实那个东西好像，嗯，你要是能中还行，要是不能中的话，也有亏的，宝宝。也是有亏的，很多人就亏掉了。橙子，你要是一会儿困了，你就早点休息就好了，你不用在直播间帮我那个啥。我这边有那个自动那个禁言的那个，你一会儿困了，你就早点去休息就好了。我这边可以自动那个什么的，你要是困了就早点睡。好是，想用得到的时候再抽吧，用得到再抽就好了。当当当，想送飞天哥可以直播间送一个。你能不能？我不知道啊。谢谢小，谢谢 PD 的小恶魔，谢谢果味小恶魔。你能不能控制得住？我不知道呀。Hello Hello， 又想我了，宝宝。我今天可能播一会儿，播不了太晚。明天或者后天都不在。四月初会回来，正式好好播的。这两天有空就上来跟你们聊聊天，养一养分数吧。到四月初吧，四月初回来好好播。回来了。因为我是一个不正经的主播，不正经的助眠主播。我一般，你要是看我直播看的多的话，你就知道我是一个不正经的助眠主播，一个正经的聊天主播。对啊，就是明天后天嘛。他们看我看的多的都知道我是一个不正经的助眠主播，不正经的助眠主播，正经的聊天主播。聊聊天不好吗？自己一个人睡觉不孤独吗？聊聊天多好呀。我们来聊聊天吧。反正播不了多大一会儿，今天我就该下了。最近也不敢说太骚的话。
你要是都行，我换多的，我就少一点，这个明天我哄你们睡觉好，正经哄睡好了。小瘦的呀，今天播一会儿就下了，应该不会播太久的。播一会儿给你们证明一下，我没去找大哥。所以宝贝，你们要早点睡呀、啊。今天到一点多钟吧，今天也就顶多到一点多钟。主要是你知道，我播一会儿，我怕出意外，我还不如挂个照片搁这那个啥放音乐呢，那样绝对不会出意外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样跟你们聊天，说不好哪一句话就踩到雷点上了。拉倒吧，还看看脚，老老实实能看有画面就不错了。老老实实的吧，有画面就不错了，宝贝。不要对我要求那么多了啊。关注一下主播微博，微博叫你的温柔小鹿啊。
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微博，也直播间帮主播点点关注吧。这两天虽然播的不怎么多，但是四月份正常就给你们播了。喜欢点点关注啊！四月份可能会露脸直播吧。最近调整一下养养分数，让我调整养养分数吧，宝贝。橙子，你去睡吧，你要坐在我身上了。橙子，你睡觉吧，我不要陪我熬夜了。我房间有那个自动静音了，你睡吧，我一会儿也下了，没关系，你早点休息就好。没有几个那个下了，没关系。小七都不给你卡这个房管了，耽误你睡觉了。只有微博，你们都早点睡吧，不只说他自己，你们都早点睡。我今天不敢播到太晚，差不多我今天就一会儿散掉了。前进小星星，今天熊一熊啊，一会儿就下了，不用多大一会儿了。我应该一会儿下播，我会挂一下那个，我会挂一个那个。哎，我发现个问题，我今天，怎么那么快？因为我怕，我想安稳稳的播完这两天，我就能涨一分。嗯，不，应该不会播。就是我跟你们讲，我28号加了一分，29、30、31这三天要是不扣分的话，1号还能加一分，所以30号、31号应该也不会，不出意外应该不会。1号就正常过，正好月底了嘛，也给自己放两天假，也给你们放两天假。你们晚安，橙子睡吧。不要说的那么夸张了，一次。你今天一个飞机等于送一个飞机等于送了一个火箭的。什么啊？就轻点，真的是。你们都早点睡吧，那般吵呀，莫要熬夜呀，宝宝。漫漫长夜，莫要熬夜。
都早点休息吧，早点休息，早一点。身材太扭曲，是你喜欢的小姐姐吗？对啊，就一个的宝宝，早点睡啊，不要不要熬夜。我来跟我相亲，来跟我相亲，怕不怕被我骗了？来跟我相亲，怕不怕被我骗了？嗯，宝宝。你没有飞机上的可以送一个，帮我过一过我的保鲜任务。我的保鲜任务差两个人头二星就过了，有条件给我笑一笑。好久不见啊，好久不见啊。Yeah.
喜欢主播可以点点关注啊。想看写真史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微博。谢谢，谢谢小甜猫。谢谢小甜猫。回来上班了。是回来上班，一会儿要下了，宝贝。包裹里面有那个一毛钱的小礼物，都可以帮我送出了，送个点赞什么的，帮我把我的二星吧，应该二星任务就差一个人头了，是吧？有条件的哥哥可以帮帮忙。一张蛋卡，谢谢哥哥蛋卡，我任务过了是不是？
较好一点的。好久没有，最近就是哄哄睡上了，早点睡觉啊！我在哄你们还不睡觉，早点睡啊！没有啊，最近没有不舒服。你都看不到脸哦，我最近这两天分数太少了，别忘了我现实做手工作的。最近这两天分数太少了，所以就没敢直播，不用补分数。今天也不会播太长的，好吧？今天是怕你们太想我了。
好可怜，我 PK 输掉了，我三连胜没有。小宝贝点赞。直播间我们就聊聊天吧，直播间最近分数很低的，不敢播。没有绝活，主播会胸口碎大石，你要来看看胸口碎大石吗？恭喜宝宝粉丝拍拍升级啊，谢谢宝宝。你真会开玩笑，就我就我会开玩笑，宝宝。谢谢啊，谢谢安卡。谢谢宝贝的班卡，谢谢啊，谢谢班卡成儿，谢谢哥哥。谢宝贝，别忘了一个抽奖，抽奖，谢谢三张班卡，谢谢宝贝班卡。可以跟我相亲吗？不可以相亲，主播拒绝相亲。喜欢主播帮我点点关注，每天11点开播。然后想看写真什么，宝贝可以关注一下微博。谢谢啊，谢谢鸡仔炖蘑菇，谢谢荧光棒。想送哥可以直播间送一个，帮我过一下我的复兴任务吧。哎呀，最近任务是真的难过，太难了。我这个，我今天的这个，我这把的这个 PK 应该不会输掉了吧？这把 PK 应该可以稳得住吧？这把 PK 应该不会输掉吧？稳住！你在哪个城市啊？这个天竟然有蚊子。哪个城市啊？这个天气哪里有蚊子？可能吧。哦。
哄你们睡觉，你们还不睡？你们在等什么？等我吗？晚安晚安晚安，小宝贝点赞晚安。我今天也差不多要下了。